孔雀会飞吗？孔雀会飞，但是孔雀双翼不太发达，飞行速度慢，而且显得笨拙，只是在下降滑飞时稍快一些。孔雀为鸡型木体型最大者，头顶翠绿，羽冠蓝绿而成尖形，尾上腹羽特别长，形成尾屏，鲜艳美丽。真正的尾羽很短，呈黑褐色。雌鸟无尾屏，羽色暗褐而多杂斑，栖息于森林的开阔地带，杂食性。孔雀被视为百鸟之王，是最美丽的观赏品，是吉祥、善良、美丽、华贵的象征，有特殊的观赏价值。羽毛用来制作各种工艺品，而且人工饲养的蓝孔雀含有高蛋白、低能量、低脂肪、低胆固醇，可被视作高档的珍馐佳肴。